大王，咱们的计划虽然周全，但是王妃毕竟在他们手中。我是怕，王妃有狐妖在暗中保护，不会有事的。狐妖毕竟是个女子，真要动起手来，只怕也难保王妃周全。不如我们再派些人手，宴会打草惊蛇，恐误了大王的大事。还你为王妃的安危，是最重要的。 陛下，三皇子殿下已经跪了3个时辰了。要这样下去，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！陛下，您就见三皇子殿下一面吧。别叫朕称贤。 看来，皇帝这议政还真的不轻呢。连他最疼爱的三皇子殿下都不见了。皇帝这议政越下，我这心里怎么就越不踏实？您可以放心多了。您不是一直担心三皇子殿下会对太子之位有碍吗？ 我担心的，向来是谢家和皇帝。可是现如今，让我烦忧的，恐怕还有一个人。出帅，升帐。
青山使代天北巡，勤劳王室抚定边陲，今日教场点兵，众将士听我号令，扬我军威，以享天恩。扬我军威，以享天恩。扬我军威，以享天恩。钦差使，请。御阵王，请。这是要做什么？我乃钦差使，在此地可待天子，你们这是要谋反吗？相随，属下是与少主共进退。贼寇行刺，死罪当诛。众将听我号令，封锁四野，御寇，杀！是。是。想救他是吗？啊，如今
先看看他会不会为你舍命相救。小音，别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用不着，小心坏了少主的胆识。我今天杀小七，不是为少主，是为你。大王，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出你的顾虑，不然……所有人听我将令，不得轻举妄动。让，放了他！我可以留你全尸。小七，有种单骑上阵，与我决一死战！不然，我先杀了他！大王不能去，小心有诈！大王，哎，大王，大王！小爷，今天我立了大功。就让少主把你许配给我。豫章王和蓝公子久违了，这次你自己看清楚，看看那药里别着什么东西，是真是假，要杀要救，随你便。无非大王，你想怎样？想救回你的女人吗？很简单，开启南门，不得有追兵，只你单枪匹马一人前来，与我一战，仅此而已。开南门！开启南门！豫章王倒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撤！
大王，你不能一个人去。大王，大王，相信我。大王，行。大王，大王。少主，这消息跟到山下岔道，突然不见踪影。 莫非他贪生怕死，不敢跟上来？他一定会来，我们绝不能大意。是少主，当心埋伏，注意身边的动静。 索桥就是呼兰地界。少主，后面没发现萧齐追兵，我们应该安全了。失望吗？至少我很失望。 没想到萧齐是这样的废物，也罢。既然萧齐不要你，我要你，跟我回呼兰去。就算他今天不杀你，总有一天，我会亲手宰了你。我倒想看看，你要如何。 亲手宰了我！保护少主！兄弟们，守住桥头！少主，快走！ 小齐，想要我的性命还是要回你的女人，自己选啊！我都要，那就过来取。不能过来，绝对不能过来！我身上有炸药，别过来！啊！
小七，想救回他，就自己过来。。太子妃，你可算是来了。三皇子殿下呢？自宫中回来啊，三皇子殿下就把自己关在了房中。这送去的饭菜，即便是放凉了，也未曾动过。这酒呢，倒是饮了好几坛。这小的们，这也不敢轻易去他的房间。实在是没办法，这才请太子妃前来。唉，母仇未报。这天天却为仇人的女儿要死要活。主人这些年心里啊，就只有郡主。就算是郡主嫁给了豫章王，全府上下也无一人敢称上阳郡主为豫章王妃啊。三皇子殿下，三皇子殿下，你把自己关了好几天了，还是吃点东西吧。这是何人喧闹？哦，是郡主之前的贴身侍女，叫苏锦儿。苏锦儿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郡主这一出事，三皇子殿下就去了徽州，没有遇到郡主，就把她给带了回来。还有这事儿，还真是主仆一心啊！把她带过来，我想亲自跟她谈谈。是。可有消息？即便有，从宁朔到京城，快马加鞭也要五六日。等吧，是喜是悲都得等。这事扰得我日夜难眠。希望阿武能够逢凶化吉。锦儿，听闻你们王妃出了事，我心里难受的要命。我日日为她诵经祈福，就是希望她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太子妃自幼与王妃交好，如今王妃下落不明，令太子妃担忧了。锦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一定要如实回答我。锦儿，定知无不言。你如此坚持留在这儿，难道只是因为对相府心存怨念？锦儿，你也知道王谢两家恩怨始末，要留一个
王氏的侍女在紫檀府中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定要放心才是。锦儿在自己15岁生辰的时候，曾悄然许下一个心愿，跟随在三皇子殿下身边，一辈子侍奉他。这十几年来，三皇子殿下与郡主青梅竹马，锦儿也是与郡主一同长大。虽然情同姐妹，但是锦儿心里知道，尊卑有别，自己的身份不过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婢女。锦儿心里想着，郡主有一天与三皇子殿下结为夫妻，锦儿便可随驾过来，一辈子侍奉在他俩身边。其实对锦儿来说已经是最大的福分，却不想造化却如此弄人。我竟忘了，锦儿也正是豆蔻年华，情意萌动之时。太子妃，我苏锦儿这一生别无所求，只求能陪在三皇子殿下身边，一辈子照顾他。在您看来，他什么时候才会醒？回禀大王，王妃伤势已见好转，性命无碍，只是尚未清醒。他已经躺了2天了，真的没有性命之忧吗？王妃的伤虽不致命，但伤及内服，需要小心静养。王妃初醒，可能会感不适。倘若疼痛难忍，老夫方才开了一剂镇痛的汤药，需要时服下。王妃情人天相，并能逢凶化吉。此番怪我大意轻敌了，想我戎马疆场半生，竟让这样一个弱女子受此大罪。王妃目前已经平安，大王且放宽心。我知道你醒了，萧齐有赋予你，不敢奢求宽恕。可若你愿意，
我定倾尽所有以求补偿。若你实在不愿面对小姬，待伤好，我送你返京。 你站住！我在哪儿？在宁朔城，我们的军营里。 请王妃服药。这碗汤药是止疼的。这么看着我，是在找三头六臂吗？ 太子妃，太子殿下又派人给你送东西来了。这次是西海的圣珠，你看，这么大呢。好，太子殿下对你可真好。再宠爱又如何？王氏发难，我谢府满门下罪，父亲身陷囹圄，太子殿下不照样束手无策吗？ 太子妃，霓裳有一事想不明白，你为何要答应帮那个苏锦儿啊？虽说你与豫章王妃旧日里相好，但是毕竟是她娘家把咱们谢府搅得元气大伤的。豫章王妃不想要的，当奴婢的却想趁虚而入。哼，如此甚好，只要她敢有这份心。 就说明，他早已不把豫章王妃放在眼里。我就帮他一把，让他得偿夙愿。大王，王妃可曾睡了？下午一直在睡，想必现在已经醒了。真是吗？禀大王，婢子正要替王妃换药。 去吧。
我来给你上药。不用了，让侍女做吧。我不可以吗？还是说，在你的心里，仍然没有把我当作夫君？你若愿意留下，宁寿便是你的家；若不愿意，我随时可以差人送你回去。但前提是，得是一个完好的你。好好休息，一切等伤养好再说。在我心里，这里是一片乐土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带你看看这片土地。锦儿，果然是美人坯子啊。唯恐雷雨沾湿你菱花，时间追逐远去的戎马，若思念尚优雅，为何刻在天下，泪刻凄清难加。听风哭崖入千丈北家，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，此去鲜衣怒马，归来迎你温雅，心难舍放不下。等沧海洗尽了铅华，与你花前月下，因为你此生才不伤繁华。等云海风烟淡化，天涯尽处归家，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。为你忘
相约于春秋冬。